迎收看 People Webcast 309全台反核大游行。我们看到北中南东的四场大游行当中，公民走上街头自主表达反对核四续建以及非核家园的心声。而 People 的公民记者一向关心公共议题，我们也陆续在 People 公民新闻平台上看到各地公民记者上传他们参与反核大游行的影片记录以及报道。今天的 Webcast 我们就透过整理各地公民记者上传的影片，带您来感受各地民众反核的想法以及诉求。家园，非核的家园，上帝总统府啊，上帝总统府，核废料那请假安全，上帝总统府。反正我是你们学生，我们要关心就是我们生活周遭的环境，然后并且就是参加就是一些社会的实践，希望政府能听见人民的声音。我不希望我们的核四成为下一个福岛，然后希望我们的生命能更受到珍惜，受到珍贵。说盖个核电厂，反正它会爆炸，我什么都没差。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下面偷贼，下面偷贼，非常安全最配。这个大队居然来了这么多人，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园、自己的下一代来为自己鼓励一下吧。对，自己鼓励一下。我是人，我是人，我反核大队，大家鼓励。驱除核废二零，驱除核废二零。世代反核四的社会运动力量，三月九日这一天成为南台湾青年社会参与的分水岭。主办单位预计15000名参与，但是活动当天涌进了70000人。参与的反核社群从高中到大学，从小孩到老人都有。只为了这一句话，我是人，我反核。核家园，非核家园，世代正义，世代正义。Sisi mai, jangan bagi su. Sisi mai, jangan bagi su. Kami, jumpa, mai apa ke sanfu? Kon kon, anjang anjang, buku kisan hinzu tai.反核废，要孩子，不要核子，要孩子，不要核子。我是人，我反。
我是一个同志，但是我也关心社会。我们不要再讲说同志跟一般人都是不一样的世界。另外，福岛核灾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封锁政策吗？那其实在福岛也有像我们一样的同志族群，也没有办法出柜的，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相见。所以我坚决反核，是因为我不希望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在核灾的时候没有办法跟我的爱人相见。70年在蓝屿，我去恐惧国产，我现年45岁。我想，台东人更甚至于台湾人，不应该活在恐惧之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过的安稳的日子，我想这是我们人民最大的权益，也希望台东的朋友跟蓝屿的朋友一起加油，谢谢。我们从花莲来的，为了我们的土地，为我们的子孙，我们来反核，我们是人，我反核。こんにちは。日本の青森から来ました西野正則です。大家好，我是从日本青森县来的道祖土正哲。核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的危险的状态会一直持续的发生，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核能。我们应该要做的是要有一个安全的能源，所以核废料也是危险的。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完成一个没有核子能的一个社会。谢谢大家，谢谢。核四是否续建，政府将交由全民公投来决定。而为了让核四的议题能够被更多人关心，而更多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被充分讨论跟看到，佩伯公民新闻平台也特别成立了核四专区。公民记者在报道核四相关议题时，别忘了在 tag 的部分要打上核四这个关键字，让你的报道可以出现在核四专区，被更多人看到。我们也期待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攸关台湾未来的重大公共议题。佩伯 Webcast。